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，可长期暴露在空气中经受风吹日晒，本身就容易缺水干燥，再加上频繁的使用清洁剂等伤害皮肤的化学物质，更会加剧水分的流失，容易出现手背干裂、发黄、倒刺的情况，所以手部保养不可忽视。博泉雅植萃护手霜为手的美貌加分，绿茶小分子结构，易吸收，清爽不油腻，小小身材，大大容量，精美包装，可随身携带。手部保养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，所以一旦洗手或者感觉双手干干的时候，就应该涂抹，这样才能保证手部的柔软细滑。看得透才爱得彻底，博泉雅植萃护手霜，呵护你的双手。